欢迎收看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节目《湾区全媒体》，我是梁可希。大家好，我是苏盈文。嗱，我哋今集咧继续带住大家去探访粤港澳大湾区嘅唔同城市，获取湾区嘅最新动向同埋发展消息。我哋仲会跨过地域界限，走遍东西南北，发掘大大小小嘅民生故事，等大家更加去了解到我哋国家嘅独特风貌。今日咧会有同赏同声呢一个环节，同三个小主角齐齐去认识一下关于香港嘅生物多样性。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南北快閃吧。日前第八届沈阳奥体城市冰雪嘉年华 K2023 年沈阳市民冰雪运动会在辽宁沈阳启动。这次冰雪季系列活动以打造冰雪沈阳逐梦双运之城为主题，令冰雪运动成为全民健身新赛道，健康沈阳新动能，社会生活新时尚。沈阳各大雪场组织了丰富多样又精彩的冰雪运动活动。到了夜晚，美丽的彩灯会伴住夜色亮起，令冰雪爱好者可以乐在其中。在江苏苏州枫桥景区对园内灯光进行升级，推出枫桥主题灯光夜景和古运河夜游游船服务，游客可以坐船欣赏灯光秀，感受枫桥夜泊的诗词文化。景区在枫桥、铁岭关等核心景点区域，利用现代光影技术，将古字、渔火等诗中画面感好强的元素投影在桥上，而在桥的背面和枫桥有关的诗句就会通过特效方式呈现在桥面上。江苏南通北濠桥东村有一位居民叫做阮海伦，他通过画水彩画记录南通的四季风景。阮海伦由2020年开始学水彩画，同时将手机拍摄的当地美景用水彩画描绘出来。文峰公园、狼山、濠河等南通美景都是他取材的地方，同时每张画背后都写有作业评讲，是他老师南通大学艺术学院顾慎义教授所写的。近日惠州市新增一个世外桃源，在红花湖景区附近建有长达5公里的环湖壁道。壁道除了拥有生态风光外，还在5公里的跑道中设置多个打卡识别杆，它不单只会根据面部识别用户，还会影响捕捉运动精彩时刻，并记录跑步过程中的热量消耗、平均速度等数据。附近还有一座桃花岛，随着施工的逐渐完善，届时将会桃树遍地。机械立体式公共停车场日前在重庆棉花街投用，缓解老城区停车难的问题。这个停车场占地约5000平方米，总共有地下5层，共设置停车位335个。当市民将车开在负2层入口处，停车库就可以将车自动送到各楼层有车位的地方。在有需要拿车的时候，市民只需要在系统那里输入自己的车牌号码，车就会自动转移到指定位置，等待时间大概90秒左右就可以完成取车。近日广清教育帮扶美林湖示范区启动仪式在清远举行，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广清结合片区先后引进了3间广州名校合作办学，3间学校所在片区被定为广清教育帮扶美林湖示范区，同时提前启动示范区内高中学校的建设，并且通过广清教育帮扶引入广州名校托管。从2020年以来，广州市区两级一共投入教育帮扶资金超过4亿元，广清两地合作办学、设立分校、联合办学或者托管学校一共6所。南沙方案的公布令到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在南沙生动实践，南沙这颗湾区之心以更强更有力地搏动面向全世界。南沙在多个方面都是急速发展，等我们现在就去看看究竟这个地方有什么魅力可以吸引到四方八面的人才。南沙方案提出强化粤港澳科技联合创新，这一段时间南沙加速布局建设深神大海，加快推进南沙科学城、中科院、明珠科学园等科创载体建设，推出科创10条，
元宇宙九条等政策不断优化科创生态链，着力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南沙港四期自动化码头、南沙国际物流中心冷链项目相继投入使用，依海而生、向海而行，南沙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我们已经推出了这个一个智慧海关建设，我们也运用了智慧审图，还有这个查验辅助机器人等一些智慧的监管手段，同时呢，也应用进一步的深化应用国际单一窗口的一个对接，实现了和企业、港口多方系统的联动，实现我们通关全数据的信息化，实现24小时这个全天候的一个通关，那么提高我们整体的一个通关效能，也实现为我们的港口运作实现无缝对接，推进湾区一港通模式，将我们这个南沙港和这些内河码头实现两港一体化运作。南沙港澳青年五乐服务中心启动，新十条发布，港科大广州开学，一项接一项的利好措施，令南沙更能够吸引人才。来到南沙之后，就发现了其实南沙的地方确实同我之前遇上的一样，是一座未来之城，充满着一些发展的机遇，令到我即是对于自己未来深耕南沙，同埋在南沙安居乐业啊，亦都有更强的信心，希望自己未来亦都可以同南沙共成长，亦都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努力，令到我哋呢个中国制造可以走向世界。南沙方案公布以来，众多的利好政策在不断的出台，可见的高端的要素正在不断的汇聚南沙，南沙的发展应该来说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局面。下一步我们要把南沙放在整个构建新发展格局当中的大战略当中去理解它，也就是通过南沙的建设形成国内和国外市场两种资源的统筹和结合，推动整个粤港澳大湾区以及中国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上的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党的20大报告提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目前广州经济发展稳中提质，经济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近日随着最后一批主体工程安置区迈入实质性建设阶段，白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15个安置区实现全面动工，机场三期侦察安置项目总体完成了从前期起步到全面实施的战略转换，将为广州市加强扩大有效投资注入强心针。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机场三期安置区已经累计封顶130栋塔楼，其中首批17栋安置房已经顺利完成竣工验收，具备交付条件。下一步，机场投资集团将在市委市政府、机场三期指挥部的坚强领导下，全面启动后续项目的融资和建设工作，同时积极推进临空产业园综合开发4点项目落地，为机场三期项目2025年顺利建成、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4个初心出彩做出重大贡献。过去一年，广州将重大项目建设作为促投资稳增长的重要抓手，统筹加快重点项目建设，1600多个市工程拔寨项目已经超额完成。同时，广州坚持推动重大项目科技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以高水平科技创新支撑引领经济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人才支撑、生态优化全链条创新发展。它在这种工业软件、离子技术和智能系统方面是有所领先和突破。我想呢，这些大型的这种科技的平台的建设，可能会引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使我们在新一轮的发展当中获得一些新的突破。金融是经济的命脉，广州金融业通过保持自身稳定和有效运转，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
在上年继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和资管中心启动后，广州按照全市一盘棋的建设理念，大力培育以一城一港一湾为核心的广州资管走廊，推动资产管理数字化转型，将广州打造成为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球的跨境理财和资管中心。我们这个贯彻落实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也是我们广州啊这个建设金融服务体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抓手。我们在整个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或者参与共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我们就有更多的支撑作用。广州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广州高质量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身出彩的关键之年。学者认为，开局之年看广州，看到的是广州经济发展的坚韧。我们也看到了，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整体的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啊开始在吹暖风啊，为这个稳增长啊、稳就业啊、稳预期啊，在不断的补进啊，所以我们相信呢，整体的这个经营环境啊是在好转的。生物岛实验室五周年庆典暨新研发大楼入驻揭牌仪式近日在广州举行。五年来，生物岛实验室在科研建设、科技攻关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已经成为了生物医药领域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成果转化与产业孵化标杆机构。生物岛实验室作为广东省四个首批省实验室之一，成立五年来累计获批国家、省、市级纵向项目77项，引进科研人员1500人，其中院士12人，在知识产权和成果转化、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不少成绩。他要拆除这个篱笆墙，什么科学研究和经济发展的中间的篱笆墙所以生物岛要做一个 bridge 啊，要做一个桥梁。钟南山院士在致辞当中表示，生物岛实验室在广州实验室筹建过程中，从人才、场地、设备等方面提供了全方位、超常规支持，保障了广州实验室的高效运行。希望生物岛实验室不单止在基础研究方面起到作用，更加在转化方面起到独特作用。不单是产生很好的社会效益，而且要很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很好的研究，啊，我们不能等到最终。啊，我们等的啊，做了多少就在实践里头体现多少。那么这个要体现的什么？就体现了我们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物岛实验室新研发大楼亦都正式落成，研发大楼面积约17000平方米，主要布局产业化团队。凭住比伦大学城的优势和大学以及头部企业共建联合研究中心，孵化科技型企业。在新研发大楼内的体外诊断试剂以及核心原材料研发创新中心，研究人员正在聚精会神地进行科研实验。我们这个实验室的组成，主要的成员基本上都有过转化方面的工作的经验。因为转化跟前沿的研发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研发的结果有助于转化，那转化这边遇到的问题反馈回去也有利于上游的研发更好的确定方向。最近社区大管家进驻珠海将军山社区，将会采用1+4+N 社区大管家服务模式，为社区开展综合物业服务。等我们现在就去看看这个社区大管家究竟是可以怎样去令到当地居民的生活变得更加方便呢？将军山社区的社区大管家服务中心配置了项目经理、社区管家以及社区管理、运营等团队，为社区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务。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代缴水电费、电话费充值、机票预订、代收快递、医疗挂号等便民服务。社区居民还可以参与棋牌类、插花、厨艺、健身等不定期开展的社区文化活动。
同时服务中心还将提供比如保洁、园艺服务、宠物托管、水电维修、管道疏通、搬屋等满足社区居民生活便利需求的家政服务，以及养老托幼服务等。就是由企业来构建一个智慧化社区服务平台，同时的话采取这个社区经营服务加社区城市管理加社区公共资源运营，同时加社区物业管理的一个新的一个社区大管家一个服务模式，由企业通过市场化、专业化，来打造我们的社区一个新型的一个社区管理的一个新模式。将军山社区目前共有28个小区，都是2000年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其中无物业管理小区18个，占比达到64%，租户量大，占比在30%至70%。而家随住将军山社区大管家服务中心入住，在不增加政府财政负担的前提下，社区大管家将通过统筹社区管理服务事务，盘活社区公共资源，向社区居民提供高质量、精细化、智慧化综合服务。不光是进驻到无业小区，还有那个对我们辖区内的市政道路、园林绿化，还有这个公共设施这一块，都会有这个正源公司来，就是说分担我们社区的这部分的压力。对于社区开展工作来讲呢，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商务部网站近日发布关于首批全国示范智慧商圈、全国示范智慧商店评审结果的公示，初步确定首批12个全国示范智慧商圈、16个全国示范智慧商店。江苏南京新街口商圈就入选全国示范智慧商圈，有购物中心和商店入选。南京亦都是全江苏唯一有商圈和商店入选的城市。南京新街口商圈核心区是中国商贸密集度最高的地区，2021年客流量超过1亿，营业额接近700亿元，长期位于中国各商业街区之首，是中国唯一一个拥有4个销售额超过40亿百货购物中心的商圈。在2012年起，南京新街口商圈企业自发成立商圈联盟，建设线上新街口商圈网，带动商圈高速网络的覆盖，开启了数字化营销的应用实践。随后商圈企业向全渠道新零售转型，进入数字化时代。新街口商圈以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目标，开启了政府牵头、企业联盟、平台支撑的智慧商圈加智慧商店共享模式。一是面向政府做大数据的数据汇集和分析，为政府决策管理提供支撑。第二，面向企业，我们提供数据的分析、专项报道，助力企业开展消费促进活动。面向消费者提供数据应用场景，比如说我们的智慧停车、智慧导览、智慧导购，方便消费者在商圈购物休闲。在智慧化的驱动下，南京新街口商圈消费场景不断升级，商圈企业纷纷实践线上线下的融合，全面转型云商模式。在这个购物中心，一入大门口就看到醒目的智能导购屏，商场里面设有智能储物柜、手机充电设备，地下停车场可以智能寻车，开车离开商场可以提前无感支付。在全渠道营销平台等智慧化改造之后，这个购物中心的月均到店客流量同比增长超过15%，月均营业额同比增长接近9%。通过不断的创新和实践，以及数字化的升级和智能化的改造，逐渐形成了一套经营特色的智慧运营管理体系，保障了集团旗下的30家购物中心的绿色、安全、舒适的购物环境和高品质的消费体验。现在南京新街口智慧商圈平台已经归集了商圈规划、商业体、网点、客流、消费等多种数据，并同南京市政务大数据平台实现了互通，共享来自规划、公安、交通等单位的相关数据。经过智慧化改造，南京新街口商圈2021年日均客流量同比改造前上升了10%，年度营业额同比上升了9%，消费者满意度同比提升了6%，经营者满意度提升了5%。
成日都話咧，而家啲小朋友咧，一日就掛住喺度篤電話，就好少接觸大自然。不過其實我哋咧，香港有好多嘅良好生態保育以及教育設施，俾好多機會咧，佢哋去認識多啲同埋接觸多啲唔同嘅物種噶噃。所以今日咧，我哋嘅同賞同聲呢個環節，一連兩集，同住三位小主角一齊去到郊區親親大自然啦。呢度係，嗰度都係，香港周圍都係高樓大廈，但其實你細心留意。就可以發現呢座城市入面有唔少嘅綠洲，孕育住各式各樣嘅生物。成日都話，而家嘅小朋友淨係對住個 mon， 好少接觸香港嘅自然生態。今日我就約咗浮涵、泳琪同思緩，跟住落嚟就等大家跟住我哋一齊親親大自然啦！喂，到咗啦，到咗啦！我哋準備出發噶啦。喂，好啊，好啊，咁我哋去邊度好啊？咁咪去依度咯。咁唔啦，不如我哋邊行邊講啦。喂，好啊，我出發。我叫陈永琪，我是陈方涵，我是黄思媛。今天我们会同小白哥哥去柏架山，这里的山脚是鲗鱼涌和太古交界，由鲗鱼涌港铁站走大约五分钟左右就到它的起点了，真的可以说是城市中的绿洲啊。今次这条路线相对简单，沿路会经过林边红屋、树木岩杂径等等的地方，不知道还会见到什么呢？好期待啊。你哋平時行唔行山嘅時候都去啊？佢啊，喂，咁你幾耐行一次啊？一個月行一次。一個月行一次啊？平時都係咁樣操山咧，定係行山？好嘢，好嘢。行山，行山。知唔知呢個咩嚟嘅？膠袋。膠袋，膠袋要嚟做乜嘢？執垃圾。點夠執垃圾？保護生態環境，自己垃圾自己帶走。講得好好，交俾你啦，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Go。人参啩，树枝？唔系，通通都错。呢啲咧系树根，其实喺榕树底下，我哋就会叫做气根嘅。根唔系喺山嘅底部嘅咩？你识少少嘢喎。根咧原本系山嘅底部嘅，不过榕树有个比较上特别嘅品种，佢会用呢啲气根咧去到吸收唔同嘅空气啦，同埋吸收唔同嘅养分嘅，所以几特别噶。咁快就到鲗鱼涌树木岩杂径啦。不知道入面會不會有很多樹呢？樹木研習徑當然多樹啦。我看過資料，入面有成21個植物品種，還有機會見到松鼠添。你們做完功課才來的，那相當之不錯，那行吧。我們行山的時候會見到很多不同的牌，它們都有不同的作用的。譬如這個標記處特別為原族人士而設，讓他們沿途都可以知道所在位置。而在樹木研習徑就會有這些樹徑處，上面都會有標示位置的編號，上網找一下這個編號，還可以知道附近有什麼植物。咦，這裡還有棵大頭茶。咦，是啊，但我用手機拍下它先。哇，咁快又嚟到終點啦！咁啊，唔知道你哋喺呢條嘅路線上邊有冇啲特別覺得哇，有好多新嘅發現咧？有啊，例如我再見到紅葉。紅葉。我印象最深刻嘅可能就係螞蟻。係。我印象最深刻就係一開始我哋行入嗰棵榕樹嗰個氣根。氣根係啊，好靚啊！嗬。係啊，咁唔知道咧，你覺得生物多樣性行完呢條路之後，有冇覺得咦真係好犀利喎？或者有啲咩特別體會呢？有啊。讓我哋認識咗，可以我哋要更多愛護環境。嗯，愛護環境真係大自然好靚啦。嗯，都有好多嘢可以睇到嘅。我明白到咧，真係大自然真係一環扣一環，係一個循環嚟嘅，缺一不可。係啊，一環扣一環啊！如果哥哥下次再約你哋三個去行山，你哋會唔會一齊去啊？會。鳥瞰神州精彩在線。嗱，呢三年嚟，江蘇無錫聚焦太湖、長江、大運河等城市重要水體同群眾集中居住區附近嘅重點河湖進行整治，打造咗近千條美麗示範河湖。推窗見綠、開門親水，二步進園嘅目標正由藍圖變成現實。節目嘅最後，跟隨我哋嘅鏡頭一齊睇睇啦。今日灣區傳媒體嘅節目時間夠，我哋下集再見，拜拜。